运动健身最怕的就是孤立运动。孤立运动除了给关节带来劳损，其他没有任何好处。中国的武学把艺融入到功夫当中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。艺不是一个单单的念头，有了艺，同样的一个动作，身体会协调全身的筋骨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。有时我们称它为整劲，有时我们称它为流动的运动。